雷达车是战略价值很大的目标，而使用假目标会使得作战的成本损失减小许多。作为充气假目标，首先要造型逼真，其次材质、产品质量、充气速度等都非常重要。而视频中这款假目标雷达车的造型可谓以假乱真了，人在近处都很难分辨真假，更不用说在高空的无人机摄像头了。若有想详细了解其他充气假目标产品的朋友，也可关注浏览其他视频作品。